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德玛西亚人说，我要来杯葡萄酒。啊，不对，来杯麦芽酒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我免碎。然后洛克萨斯人说，我要来杯葡萄酒。对，他是想要杯葡萄酒。而弗雷尔卓德人说，给我随便来一杯，但不要是……等等，我从头来过吧。我英雄，无稽之谈。猴哥，我失恋了，能安慰我一下吗？能，他刷屏了，给他封了吧。看样子你们把勇气留在家里了，要我等你们回去拿吗？我在全力发挥，那就是一切，不是吗？打一把青钢影，我一个肥皂。哎了我一下，我撇你个肥皂。抽一下接平 A， 湖面 A 一下，他应该 W 技能好了，直接 E 他脸上 A 一下，抽一下接撇肥皂，捡肥皂接平 A， 接平 A。再敢打不了这一他脸儿，捡肥皂 ，E 上墙 A 一下 ，Q 一下平 A， 闪现平 A 接点烟，荡负二点。啊！我走的路当然很多，把盾放脸上。差我100块呀、啊！这一个皮还加个红宝石，这不起飞了吗？哎呀，差点钱，这可怎么整？这现在只能出个布甲了，这么地儿吧。爆破没成功，怎么没成功？成功了。前期爆破打这点伤害正常。防御塔在5分钟之前有护甲加成。没错，它比看上去还要重。有一个格挡50%伤害。注意一下，挡住。哎，我克死这青钢影。有的时候，你只需要做你自己。抽一下，撇肥皂。抽一下。事情都要一分为二，由我来。真的不呀？抽一下接平 A， 麻烦这个挡住。E 上墙平 A， 平 A。平 A 捡肥皂，接个 Q， 接平 A， 接平 A， 查眼，接平 A。你说我的锤子太大了，什么意思？捡肥皂。我想问一下，那青钢影第一段 E 能不能挡住？应该不算位移，这个技能锤子才是主力。
片肥皂。知道我会用什么吗？手推车。我开得出来就能挡，我估计不行。第一段应该算是，应该不算位移，他拉个东西过去应该不算。先来个勇者，我试试看吧。我的锤子也响。点肥皂，绝对不是那位英雄。我直接一接 A， 砰一下，点肥皂，点肥皂，砰一下。平 A， 平 A， 打换六，哎，这也可以啊，确实可以啊，我们把他 A 死得了，要我说，就把他 A 死得了，我也不意了。那这小炮不克死的青钢影啊！我操，这克死的青钢影！我算知道为啥小炮上场高了。因为青钢影上场太高了，也导致小炮比较扛他的青钢影。哎，W 可以挡蛤吗？那肯定不能挡。机会之，那大招免疫伤害啥挡呢？猴子 W 波比能挡，猴子 W 一拳能挡，而且不让放，进圈里边不让放。可赖了，可难打了。完了，这玩意儿还出右的，还是？推了得了。我想我们是在战斗吧。也没到，抽一下。减肥皂，开始啦！好啦，减肥皂，可辣！哎，先跑啊，抽一下，来，你就放墙上也没用，给我起飞，抽一下，一上墙，平 A 接抽，致命点炎接平 A， 一个撇肥皂。
谁来了？塞拉斯来了，来啊！不要让我的仇敌建立疯狂。哎呦，骗肥皂！呀，我得闪了，好像。走呗，别！哎，我还不回家。我要进行。我好像错过了一点东西。塞拉斯可以杀呀，撇肥皂扣一下。这还飞个锤子，算了吧，回家。这武器大师干啥呢？兄弟，我100多护甲呀，这叫你6级武器大师跳我脸儿。天哪，打不能加速啊，我加速了也没用，也追不上，算了吧。是个塔皮，也肥皂。想要离开，得先申请学校。呼呼！也肥皂。算了，不行，不能算了。解肥皂，抽一下，我点盐好了。解肥皂，锤子才叫厉害，我只是不能说。待会儿武器来了，爱谁来谁来。打不动，知道我会用什么吗？手推车。你给我上墙套点盐，平 A 平 A。我们一血塔还吃着了，行不行？回家。解肥皂，一个机器人妄想要杀我，我都没想到。你给我回来！你姥姥的，你跑什么玩意儿了？这家伙叫人是吧？上当了，来个什么呢？来点魔抗，出个反甲，来红宝石。冰心钱不够，拉倒吧，一会儿再说吧。
哇，日炎黄子，哎，黄子那 EQ 刚才咋没给他挑飞呢？不应该呀，那原地 EQ 应该打着了。这我不要，要玩没用。我估计是 bug 了，刚才应该是个 bug。你们家多少人呢？我希望你们赶快我啊！啊！我希望你们赶紧赶快我。赶快我这个机器人，我今天与你势不两立，我告诉你机器人，今天我不把你杀了机器人，咱俩指定没完了机器人。他居然有盾，别人我不杀了，我就杀了机器人。我用我一 Q 闪接个平 A 我就把他秒了，那机器人啪嚓一个盾给我干一愣。我们去跌倒的地方再试一次。刚才盾没触发吗？等一会儿来个振奋，还是来个自言自力呢？这个吧，振奋吧，小炮比较适合振奋。从现在开始机器人在哪儿我在哪儿。给我把这机器人给我杀了。我操你猴子的。他咋这么幼呢？漂亮，给我杀了！妈蛋！否则就是死猎人。我们家潘森还行啊，把他扎死了。那不算啥。塞拉斯要起飞了，他能飞到哪儿去？他能飞到哪去？你说，俺们家杰斯三级，我送他十个，我送他十个，看看他能不能起飞。开塔，我来了，我到了。还下路啊，走啊！啊，他们家卢仙挂机了。
呢？怎么没队友呢？不能打机器人了，机器人是个搅屎棍。到了赶快一波，上高地直接上吧，没关系。直接上吧，没事儿，给我杀了。给我杀了，给我杀，给我杀，我他妈套你猴子，你跑，你个老屌，你跑。没事，你赶紧赶快我。他偷了个黄纸的大招，对，下一把了。虽然我们